周五的时间啊，就是要把时间交给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每一组都知道你们的分组题目？比如说第三组是什么？多卡。多卡 ，IED 对不对？好，那这一组呢？资讯局的同仁，航空城哈。那这一组，玻璃跟太阳光电嘛，好。这边呢？选霸这边，好，这边好，公共政策，公宅的部分，社会局，好，这是我们接下来大家要 round 的题目。那第二个我要确认的是，听说每一组都有一位，不管你是被推坑还是自己跳坑的小组长，请问一下，小组长可以站起来一下吗？好蠢哦，你可以站起来。那这一组呢？不在。他消失了吗？好，小组长，我不知道你们在其他的课程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但是你们这次被推坑的角色就是等一下小组的主持人。OK， 好，好，那请你们先坐下。那小组主持人是要做什么呢？就是协助每一组等一下进行流程的讨论跟聚焦跟记录。OK， 好，那讨论完之后，你们每一组都要再推派，你们可以用民主或非民主的方式推派一位跟其他六组报告的朋友。OK， 好，是等一下要进行的流程。但是我们到底要进行什么流程呢？简单来说，如果事前各位同学都有收到 TAG 寄给大家的信，寄了两封，有补充资料，每一组都有一个题目，每一个题目连接进去之后，其实都会看到刚才唐凤介绍国发会的平台叫 Join 上面，你们被分配到的题目的那一个机关放上去讨论的页面。所以我现在想要先确认，没关系，诚实说，你已经看完的可不可以举手？啊呵，好，非常好。所以小组长，等一下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恐怕你需要我猜测你需要五分钟左右让你那一组的朋友先把题目还有上网看过。所以大家其实有开电脑的，可能你现在就可以有一个页面是转到你那个题目上面。然后呢，唐凤非常贴心的，每一桌好像三个方位都有纸本资料，所以可以如果你开电脑不方便的话，就请你翻阅纸本的资料了，而且先找到你们那一组的题目，不用太关心其他组在这个阶段，先回到你们那一组的题目。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开电脑的，请你可以翻阅纸本。好，那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人你的电脑或手上的纸本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到这个题目的 ？OK， 不是哈，好，来找一下，帮忙找一下，对，好，大家看我这边哦，这跟涉及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有关。每一个题目呢，它其实都会有一个主题。那每一个主题之下，机关可能有的不会，有的会，他会给一个大主题，然后他又放了几个子题，有的有，有的没有。这边我要先说，有的组别你有看到他要讨论的议题设定有主题，可是有的呢，他还拉出了子题，所以等一下要请每一组针对你们现在分配到的题目，他设定的主题跟子题。就你们来看，你们就扮演一般的网民，或是 OK， 或是报名都好，或者是真正长期关心这个议题的关注团体、民间团体，你们来看这样子的主题设定，不管是主题或子题，会不会有哪些问题？就是大家来找茬、来 debug 的意思。那第二个呢，你会看到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互动跟回应，会有留言。也想要请你们看一下里面留言的状况，还有所谓的机关小编回应的状况。所以呢，在回应的部分，要请大家观察的是双向，也就是民众网友的留言跟机关回应的状况。最后呢，你会看到整个页面的最下方有一个机关回应区，希望你们也可以谈一下你们这一组整个看他们结案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一个部分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希望小组可以针对你们现在分配套的题目，看它的议题设定，看它的回应，看它的结案，针对这三个部分提出你们那一组小组的观察分析，这样清楚吗？要做的事情，要讨论的内容。那我先确认一下，到这边清楚吗？有问题吗？都 OK 哈、哦。哎，怎么都没有声音？如果到这边都 OK 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哎，那怎么进行？因为我们不能只有只是讨论嘛，那我们还希望提供一些讨论的技术。我先确认一下，尤其这个阶段小组长，你要知道这个讨论技术，因为你要带。有听过 KJ 法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嗯，很好。那我们顺便就教了一个主持方法。小组主持人，我们建议一开始你先让大家有五分钟，把那个议题在网络上或者是唐风印出来的纸本先看过一次。到这边都 OK 哈，那你接下来要带的就是请每个人把他看到的关于议题设定也好，或是回应或是结案，把他看到的观察或想法写在便利贴上。所以你可能要提供各位你那组的成员三分钟左右，把想法写在便利贴上哈，桌上都有便利贴。然后小组长，等他们都写完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位主持人，请他们讲一下，比如说，哎，这位朋友，你写的便利贴内容是什么？请他念过。然后呢，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那还有没有人你写的内容跟他是一样的？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放在一起做归类，这样可以理解吗？还是问题啊？我先确认一下，小组长都知道我在说的流程吗？如果可以的话，小组长就可以这样带。请问 K 是什么 ？J 是谁？哦，非常好 ，KJ 其实是发明这个讨论技术的一个日本人，然后他名字的字首两个字叫 KJ。OK，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发明一个，比如说唐凤AT 法也可以。好好好，类似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叫 KJ 法哈。那我要拜托小组主持人，最后就是呢，把所有你们讨论的，比如说三个部分议题设定，中整一下你们这一组对这个个案的评估，还有回应的评估，到最后机关整个政策结案的评估，分成这三大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请小组长，第一步请大家先看过内容，第二步请大家把看到的问题，一个想法就写一张便利贴。那写完之后呢，请小组长针对大家的便利贴做归纳跟收拢，然后最后汇整成在这个海报上一张哈。然后呢，最后再请各位用民主或非民主的方式推派一位报告人跟其他五组做分享。好，流程是这样，都清楚吗？OK， 如果都清楚的话，因为现在的时间是10:55，那我们就进行到11:25，这样 OK？ 好，半个小时，我们希望可以完成。有发问吗？刚学友说中景在啊 ？OK， 议题设定，然后留言跟小编互相的回应。第三个是机关结案的状况，有些没有结案，有些没有结案。OK， 有些没有结案。好，等一下哈，我先确认一下。好好好，小四窗先回来好吗？我先确认一下，大家对游戏规则都清楚吗？都清楚的话，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组的小组主持人。那我们11:25的时候就会请各组做报告哦。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组的主持人。